这边巡回赛王兆奇杨振勋第二场的预备。报告，三点零男子双打，李云正也是很值，他这个是第四号球员。
社会广播带给您简单吴以璇吴恩宇你在有一颗在那边，刚刚你最后一颗打过去那边，啊，看你了。Thank you.
那边我也看不到球，直接看太阳。等一下，我才看到。外角。各位导播，三十零南山新院的王启宏预备，三十零南山新院的王启宏预备。广告词杨振军预备。我三十零零三，新月美杨启宏直到第三场比赛，新月美杨启宏直到第三场比赛。